主料高等250克，帕仕达酱100克，辅料糖30克，盐2克，酵母4克，水120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将高粉、糖、盐、酵母、卡士达酱、水混匀，揉出膜。第一次发酵好后，滚圆、松弛，擀开后对折，再擀开、卷起，放入吐司膜中。二次发酵好后，烤箱220度40分钟，取出放凉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